再见，后会有期了，我们先回台湾喽，拜拜，拜拜。你看妈妈不见了。今天我们要去古芝隧道，它是在离胡志明市中心距离68公里的一个城外的一个景点。然后我们坐计程车过去，你看今天是女车手哦，女车手，有一段距离要开1.5小时才会到。然后计程车费换算下来的话是900多块，还好一个半小时开这样子，应该是蛮值得的。我们等一下古芝隧道见喽。这么棒！好。小朋友的话就不用，就不用弯腰啊，大人才要弯腰啊。越来越轻，越来越轻。它没有分叉路的，好酷哦。My step, my your step。好，进来地洞。哇，你看，那个水井。有吗？他们在这边打水，这里有一个水井。看，我不，我。哦。Keep here。用这个去冲水。这个冲水，然后再弹。好了，所以他们医院的路口是那里，他们的医院是假的，因为他们的医院。Yeah, no. Resting. 没有，这里是他们，这里是他们的厨房，哎，好酷哦。哇，这地洞那么小，很小的。小心哦，不要撞到头。张宝这样都不会撞到头。张宝龙现在身高刚好，这个地洞就是他的大小的那个程度。妈妈，我不要。不要。不要。你看妈妈要不见了哦。妈妈为什么要不见？拜拜。拜拜。再见了。我们先回国啦，你就自己待在这里。谢谢。我想说一下这个。好。妈妈要不见了。再见，后会有期了，我们先回台湾喽，拜拜，拜拜。你看妈妈不见了。他去地洞里了，好像贞子爬出来哦。贞子是不是也是这样爬？